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在台湾这个工商发达的社会里呢，很多原本是佛教徒用来修行的器物都变成了商品了。那么最常见的呢，是一些昂贵的念珠佛像，那几乎变成了摩登人士的配饰品。那究竟佛教徒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首先要说明呢，念珠啊是拿着来计数的，也是提醒呢一个念佛的人或者持咒的人记数字，说我已经念了几遍了，那我在一天之中要念完多少，那这个计数。同时呢，就是提醒自己啊，你手上有念珠啊，提醒自己你不要忘掉了，你要念佛。手上有念珠，就提醒自己你是佛教徒。手上有念珠，这个念呢是要心念的，不是嘴巴念的，念念都是在修行的。心里头不要有烦恼，有烦恼的时候你拿出念珠来，你是在修行的，你怎么有烦恼呢？所以它不是装饰品，它是一个实用品。另外佛像也是一样啊，佛像是一种工具，也是用的来修行的工具，它不是一个装饰品，它是让我们呢能够心力集中有个焦点。如果我们拜佛的时候呢，这个面前有一种佛像，那我们的心的焦点呢就得以那个佛像啊作为一个集中心力，集中啊我们对三宝的佛的菩萨的一种敬意。如果前面什么也没有也可以拜了，没有问题啊，但是呢自己总觉得闪闪的，不知道拜什么，有一种佛像在那边，心呢就比较凝聚啊，这也是个工具。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念珠就变成一种装饰品，念珠就变成了一种啊这个奢侈品，念珠变成一种流行品。那在二三十年前，年轻的小女孩啊小姐们呢、啊、都喜欢挂上个什么十字架的项链，她们不一定是佛教徒啊，不一定是基督徒，但是呢挂一个十字架觉得蛮时髦的。那现在的人呢，因为佛教盛行呢、啊、特别是西藏的一个信仰啊也传到了我们台湾，那我们就大家对这个念珠啊好像是就是有两种功能的用处。一个呢，所以听说高僧加持过的是特别有用，比如说像我圣严法师这样的一个人呢，摸一摸那个念珠，他们很多人就相信这个念珠就是啊很灵了，戴在手上啊就那个平安了。其实不一定的，我自己也会害病的，我自己也会倒霉啊。但我摸过的东西就能够消灾了吗？我只能够说我做过做福啊，这个福报还是你自己的，你要自己修行哦。那我摸一摸那个念珠就是那么灵了，那我专门卖念珠了啦。那么因为戴的人多了以后呢，许多人呢莫名其妙的人就在你也戴啊，我也戴，好，我送你一串，好，我也戴，看看他也戴，你也戴，每个人都戴。最近我看到报纸上一个好玩的一篇文章，说啊，一个警察，一个刑事警察，带着押了一位啊，这个犯，这个人犯，也就是他是犯法的人，用一个手铐啊铐着两个手，这个刑事警察手上有个念珠。那个犯人手上也有一颗念珠，两个这个手铐呢铐在一起，就弄不清楚哪边是犯人哪一边是警察。所以如果说是犯人也是啊那么好心的话，怎么会变成犯人啊？如果是带念珠的表示是犯人，那么警察为什么要带念珠？但是带念珠就是不好吗？我还是赞成
可以带，至少他自己还相信呢、啊、带念珠是一个好人，就是犯罪的人这样带了念珠了是假的，但是呢带了个念珠呢，至少他要告诉他自己是个我是念佛的人。假如说是带了个念珠本身就是个幌子，本身就是个欺骗，那劝他不要带了，带了很罪过啊，把他这个念珠当成一种啊犯罪的工具了，那真是阿弥陀佛会流眼泪了，真是很可怜的了。你带了个念珠就骗人家，让人家相信你是一个修佛的人，是个好心人，其实你是披的什么羊皮的一只什么狼，那这是羊就很可怜了啊、哦、那使得我们佛教徒啊也蒙羞了。所以是我劝那些犯罪的人，最好呢有忏悔心的时候你再挂上去，没有忏悔心你还要像犯案的最好不要带了。那么另外这个佛像啊，现在很多的地方佛像把它当成什么，当成装饰品，当成花瓶，当成一种啊这个摆设，这个家庭里边啊，或者是啊公司里边啊，这办公桌上啊，或者是他进门的地方啊，甚至于很好玩的酒家酒店，灯红酒绿，男男女女，乱七八糟，那里边也供的佛像。佛像供的不是供在那个地方拜的，而是供那边让人家看的，让人家玩的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些人真对不起佛哎，佛就看着你们男男女女的这么在那边呢勾勾切切的，在那边的犯罪，怎么这什么话呢？哎，如果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那菩萨是坐那边看到你们，你们还敢这样子吗？如果有这样子的心，那是很好了，多半不是，多半把佛像啊当成一个装饰品在那地方。这个，我认为这种风气，最好是没有的比较好了。就是不好的就是不好的，你不要把那个佛像啊拿出来做一个幌子。来作为一个犯罪的工具，那使得我们佛教蒙羞，使得诸佛菩萨呢，这个叫什么？其身不明了，这个身份不明了，究竟是这个是一个什么啊？这个，所以是呢，我对这个佛像，我希望是恭敬的，我对念珠，我希望它是用的来修行的，这个念珠还是可以带，阿弥陀佛。